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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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呀呀，好好。哎，刚才他还是在看我的，这突然又不看了，是这样的。嗯，好了好了，你摔的点点疼。哎呀，把这个拉到这里哦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啊。哎呦，好高。哎，嗯，吃点儿吧，吃点儿吧，吃点儿吧，吃点儿。哎呦，喂，我说看吃点儿那是，你可给我拉出来了，还是我们有清理？我看清理了，我都不信是我的烟有问题，毛豆啊，是我的烟有问题，还是咋回事啊？那个小家伙，给一目掉地上，给吃吧，吃吧，哎呀。给小贝吃吧，吃吧。时光还留，时光哎，这个你要不要吃？这个可好吃了，要不要吃？啊？还没想明白，还没想明白，不着急，想他一个月就好了，好吧？这家伙。这我一上来头就背过来，背过去了。嗯，他就感觉他处于敏感、害怕、紧张，就是这样啊。哎，没事啊。好，哟，你过来大咖了。精神小伙是不是？精神毛豆是不是？这我给他了啊，你可别过去吃啊，他来给你来一口了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是第五天嘛，对吧？但是实打实算起来的话，应该是四天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跨度是五天嘛，这个狗的话就是这样啊。我能，对吧？怎么讲呢？有的粉丝说让我不断的抚摸他，不断的跟他说话，或者抱抱他，或者怎么样。这个东西我觉得暂时应该是没必要啊，因为现在的话，有些东西他想不明白，他不接受，有些现实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的抚摸或者是我过度的那些，可能会给他造成更大的紧张或者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对他对我可能都不是很安全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的话就是还是给他自己恢复吧，我这每天都上来好几趟了，就是这样，还是能够感受到他，嗯，可能还是有点没有接受我吧，就是这样，没有接受我这个如意啊，嗯，我摸他我还是能感受到他的那个，对吧？我刚才试着有摸他的那个腿那边，对吧？身体后面他就有点想叫哦，对吧？就有点这种啊，所以我就没再抚摸了，就是这样。嗯，看他精神状态的话也还好，没有说怎么怎么样，对吧？反正这边吃的每天都会给他们放。看这俩吃的多开心，小贝在那儿撅着屁股在那边吃，把毛豆吃完了，给他弄了点小零食，就是这样。嗯。他的话还是想不通啊，想不通就慢慢想吧，不着急啊。想通了，估计他应该就会主动来找我了，就是这样，是吧？如意，如意，如意，小三儿，小三儿，小丑，小丑，小丑，小三儿，也没啥反应啊。之前的主人，我问他名字的时候，我看他也不是说的，哎，又呲牙了。他呲牙了，因为这个小贝走了过来啊，感受到他有点呲牙了，我觉得真是这样啊。唉，刚才我有试着想摸一下他肚子那里，他就呕了一下，我就没有再摸了，就是这样。这每天给大家
看一下他的状态吧，就是这样。他发抖也不是啥病啊，跟大家讲一下，他发抖就是纯粹是害怕紧张这种啊。他来的第一天在我家我就发现了，他从跟小贝干过仗那一次之后啊，他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是我让小贝咬你的或者怎么样啊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那是小贝的保护行为啊，那不是我指挥的，好吧？就是这样，是吧，小贝？可不能冤枉我呀，对吧，小贝？小贝，我算是我在楼上的最忠诚的护卫了啊，就是这样，谁都欺负不了我了啊。小贝是很忠诚的啊，他毛豆就算了，毛豆的战斗力也就是吓唬人，呵呵，没啥战斗力啊，就是这样。每天就是上来看一看他，看一看，看了精神还是有一些紧张啊。小贝一靠近啊，他就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小贝一靠近，他就有点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大家懂的，我也不说太多了，没意思了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不要吃他那一块了，我再给你拿一点，你过去吃，等会儿那俩再干起来，不知道啊，来。吃吧，把这些吃了就行了啊，待会儿再吃中午饭，不着急。天气又晴了，吸了吗？没吸嘞，多干净，是不是奶？看看我再走近点，认不认识我？谁呀？我是谁呀？再说一遍。啊，这不脱了，真是的，喊我喊错了，我都伤心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今天给你买这吃，买那吃，难过了。俺叔嘞还没有回来嘞，还没下班嘞。你睡呗，你的时间多的是，这天多凉快。没事，多干净。你要我长大，我陪你变老。这洗头快轻松吧。养儿情千载，有种牵挂就树有根，水有源。人心百善小危险，小危险，是你养育我生命。